到协会节目吗？男的就是唐装，对对对对，女的就是旗袍。尊重我们的这节目，哇，真的尊重这个节目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哦。来，这一位出场的就是我们的，来，我们有请我们的 JoJo， 他也是我们的娱乐总监哦。哦，娱乐总监哈，哦，哎呀。哇，娱乐总监，两位金牌师爷好，哎，线上的哥哥妹妹姐姐，亲爱的所有朋友，大家好 ，Chadi、Jenny、Alice， 哎呦，都是我们的，还有 Brandon， 都是很多人在问呢。Chadi 哈说，我的菜，我的菜为什么还没有出来？几点登场？几点登场？你是一盘菜，你在吹的啊？你的就是咯，叶粉丝哎，你最是粉丝哎，女孩子就是菜，男孩子就是肉，啊是啊，所以要吃菜才要还有肉才有营养。菜是素吗？菜就阿弥陀佛了，我告诉你阿弥陀佛，所以人也要吃菜，也要吃肉。哇，什么气啊？对，哇，今天他穿旗袍都是这样，哇 ，sexy 啊，不像我哈，哇，真的，他穿什么都好看，斯文啊，对。我觉得今天，我们女孩子的旗袍，全部都是开叉开前面的嘞，我就开旁边的，改次我穿开前面的，还是中间的。哎呀，期待期待期待哦，下一场我就穿中间的，哎呀，去做啊，无恙无恙，对呀，无恙。大家听到哦，下一场啊，下一场好了要开中间哦，开中间的叫好了好了，通风嘛。有钱好像也是有上来嘞，有钱你有上来，有钱有钱，我告诉他嘞，有钱男朋友上来嘞，你的男朋友啊，新的多，里面很多很多都是你的朋友，这个这个比较嫩，还有我们的哇，我们的老妈子，你好，老妈子，老妈子，我们的哇，杨志成大哥 PBM 哦，杨大哥也上来了，也上来支持哦，哇，谁做黑玫瑰？黑玫瑰哇，有钱说也是黑玫瑰啊。哦，对对呀，哦，谢谢谢谢线上朋友，我们线上朋友啊，现在都是守候在那边哦。对对对，我们真的有忠实的粉丝，谢谢大家的，非常非常感谢感恩线上的。好了，来话不多说，给我们带什么歌曲呢？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来听听周周的演唱，来线上朋友继续给大家支持我们的周周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。我心里没有他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我的眼睛为了你看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爱不是。怪我还是没有把你留下，逼着你把心爱忘了，让你看上一个明白，看我心里可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。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心里没有他。
等着你回了家，那一切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？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逼着你把心爱忘，让你看下一个明白，看我心里可有他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好听啊，各位好朋友，我看到很多掌声，谢谢 Jenny， 谢谢淑玲，我的娘子军全部都到场了，我还需要增加，谢谢大家，还有这里的还有会长你好，这里通通都是会长啊，通通都比我大，职位也比我大，年龄通通比我小，谢谢大家。那么来了一首，这首歌你们喜欢吗？我一直在琢磨了，我在想唱了很久没有练歌了，到底穿旗袍要唱什么歌？哎呀，随便啦、啊，就唱一首《一水隔天涯》俾你听好唔好啊？唔该，靓仔帮我攞住 ，Come on。每爱歌我情重。谢谢我们的 JoJo， 谢谢，先休息一下，待会还有一首歌曲哈，一首歌曲，好的，谢谢大家，真的是风情万种，对，哇，看他表演就是一个享受。